Remy 啊，对 ，Remy 属狐狸。Remy， 你照片中的那个是素颜吗？对，所以你不满意照片中的？超不满意。什么事？可是我觉得 Remy 眼睛起来应该会很漂亮。你说眼睛太小？对，然后脸很大，然后没有下巴，鼻子很扁。所以你动了哪些事啊？就是眼睛、鼻子、下巴，还有龙削骨。哇，动很多耶！鼻子好像玩这个游戏。眼睛，鼻子，下巴。在家待了多久？在家待一个礼拜，然后我就去上班了。就可以上班了。可是我都戴口罩。哦，戴口罩。可是后来你同事看到你口罩拆下来，有吓到吗？我都不让他们看。OK。你的公司是哪一种属性的公司啊？我本来是在餐厅，所以后来换去做什么了？现在做那个物业管理。哦，对，就豪宅秘书。应该有客人爱上你吧？没有哎。等下看他现在的脸如何好了哈。Remy 准备好了哈。好。一二三，请放下来。起来会很漂亮那种，而且他有自己特色，没有变别人，很自然，还是认得出是你。对，而且他的优点是他的本来的那个嘴唇就是笑上扬，对，就好可爱。可是我比较想问，豪宅秘书是做什么的？就是帮那些住户做事，做什么事啊？做事就打，有点像生活管家，就是在柜台，然后处理什么信件那些，对对，信件包裹分发。他可以叫你帮忙订机票这些吗？也要。也可以，可以啊。那如果家里水电坏了要修，也是你要叫保全，叫保全去，或是请专业的那个机电委员来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没有豪宅的住户想要跟你进一步认识吗？可以请。会有那种变态，就是一直骚扰你啦，就是一直问你一些有的没有的问题。豪宅的变态吗？对啊，就是他就是闲闲没事做，对，然后就不用上班，然后就是会一直骚扰秘书。叫秘书帮他买早餐啊！他辛苦半天住进豪宅，就是为了闲闲没事做。他父母很有钱，富二代，就富二代，就是他就闲闲没事做。刚刚那个喝果汁的妹妹，听啊，应该我们看照片认为她没有削骨的必要，就她削骨。对啊，而且她本身我看她瘦的跟鬼一样，所以希望等一下照片拿下来，她起码能够显现出削骨的功能在哪里哈。Tina 准备好了吗？好，一二三，请放下来。他应该不喜欢我们这个反应吧？看起来很漂亮，可是不笑的时候为什么？这样甜嘛？不笑的时候为什么看起来就会比较凶？不是凶。就是哪里比例比较型吗？是脸这边的脸型吗？下巴吗？这里就是这样，感觉像是漫画的那种。我觉得这个地方腮帮子这个地方有问题，不晓得哪里是多了还是少了。你的脸颊是去弄成比较丰满吗？没有哎。所以你的脸颊是真的脸颊？对，真的脸颊。你现在只是脸变窄了。那鼻子，你现在鼻子红红，那是刚注射完吗？没有，鼻子是前几天去撞到桌子。啊哦。OK， 我们的反应有让你生气吗？不会啊，其实很好看，真的觉得好看，只是看不出这个人削过骨。因为他刚拿下来的时候，他自己表情有点尴尬，所以我们也看起来尴尬。他笑自然的时候就很漂亮了。哎，薛医生，请问他削了骨，可是我们还是觉得他脸颊是属于肉肉的。对，实际上 Tina 他本来已经长得很好看，但是。一个好的一个分析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太阳穴事实上有点凹陷，那很多女生，尤其是台湾女生，苹果肌跟脸颊事实上本来就肉肉的感觉，它我觉得它事实上太阳穴如果能够让它饱满一点点，它的事实上就有很大的拉提效果，像刚刚我们詹詹也是一样，太阳穴饱满一点，对，像刚刚詹詹也是一样，事实上刚刚有说到说它的法令纹很明显，它不是真的法令纹，是因为它牙齿太往前凸出来了，造成它的法令纹比较明显，那是假的法令纹。你的意思就是说医生在为它构想新的脸的时候，把这些事情构想进去，对，就是说一好的分析是很重要的。回到前排中间这位女生啊 ，Jenny 小姐，所以我们看照片无法理解她干嘛要削骨，她削骨，真的就蛮漂亮的呀。我们要研究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。Jenny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二三，请放下你的牌子。
隆重哎，主席尾牙，参加典礼，很多人长得跟他很像，这就是有可能撞脸的那种，对对对对对对。Jenny， 你的新的脸，有让你在马路上常常遇到长得跟你自己很像的人吗？没有哎，你去看别人的微博或脸书的时候，不会想说那个不是我吗？是很多那个。脸书跟微博是看到跟我蛮像的，不是跟这不是一个困扰吗？不会啊，因为本来就是想变这样，所以变漂亮就好了。对啊，所以你去整的时候有拿任何照片，还是说你就是用口头形容说你想要变怎么样？我就说我要变成 Angelababy。 啊，当场有比较年轻很多，你有明确感觉到感情世界改变了？没有哎，就一直都感情越来越好。同一个人，对啊，整前整后都是同一个男朋友啊。哇，真爱！你整前有去问他的意见吗？要不要整？哦，那个我男朋友他非常的同意。哦，那绒子是绒身体吗？绒子绒哪里？我有全身抽脂，脸部也有绒子，因为之前脸真的太圆。绒子跟抽脂的是不一样的。我十几岁的时候还被人家笑说我是爸爸。十几岁很多人都被这样讲，可是爸爸就很有福气啊。可爱太可爱的。你也遇过病人跟你说他就是要人家 baby 脸，拿着照片说，哎，他明明看起来脸可能像。很大大饼脸的感觉，可是他就是跟我说，想做成像 Angelababy 啊，或者是说像林志玲那样子的脸型。那现在更多当然像希望像小 S 那样子一个脸型。我没有要跟你和好哦，我这个人是非常会记仇的。他假如有讨好跟你聊陈怡蓉的事，就我在考虑要不要原谅他。陈心志先生。是照片中的你是什么情绪在拍照？是不高兴吗？还是什么？应该中秋节烤肉一半吧。有，就是有复原一大部分。那个时候是去做那个增颚手术。你说照片中的你已经有做了手术了吗？对，矫正下颚。对，那个是增颚手术，然后加小骨这样。意思是说没有做这件事之前的脸会更差异更大？那时候有严重的就是后抖啦。拍这张照是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？没有，那个时候就是比较敢拍，因为更之前是更肿，大概是这个两三倍吧。所以现在你是完全 OK 的你了？差不多，但是现在还有戴牙套，而且好像会再退肿一点。所以是等不及就要来康熙吗？还是没有，就刚好有机会看到，然后就想说帮他剪。蔡雅玲整形前后差异大，现场惊呼神颜脸。我还剩下一位，哦，好期待啊！来了，最后这位你准备好了哈？金身尖叫，一二三，放下来。天哪，差太多！太厉害了，这是两个人，完全太成功了，完全太强了，太成功了。现在是他这个样子根本没演偶像剧的里面描绘的角色，对，可是还不到女主角。